变咗好尴尬，变咗就其实主要一样嘢就民心无愧啊！你自己唔系好刻意咁去做嘅，咁冇办法啦，入咗都入咗啦，系咪？你唔系刻意即系去从对方受伤倒地嗰段时间揾到个便宜啊嘛，你根本系睇唔到。佢事实咧系睇唔到，几个球员咧个背脊咧背住呢个受伤球员，唔知道呢个球员咧受伤倒地噶，呢个冇啊，绝对可以原谅下呢、这个。啊，广东队咧似乎想换人噶啦，而家似乎咧打落去唔掂，已经打到上半场嘅36分钟咁滞噶啦。呢一场波咧尚未有纪录啊。咁啊，准备咧换一个12号嘅易国水啊，吓，易国永定水啊，睇清楚先。永啊，易国永啊，未换，而家换先啦吓，未换。好啦，咁啊，继续比赛先。冇事啊，踢得就唔换啦，可能。如果可以出翻场咧，暂时咧就唔换字噶啦。但系咧，而家咧仲系十人应战啊，广东队啊。好，卓卓啊，高波咧挂去中央嘅位置。哇，两个都顶唔到。哎呀，解围又太 Q。好啦，益晒谢利。哇，三码头锤传翻过嚟呢边。啊，谢利精啊，得个位得好靓啊。跟住咧，俾翻过嚟呢边嘅麦基昂。麦基昂甩佢，哎呀，点知咧甩唔到。想话甩死啊，呢个咧系潘伟明嘅，点知咧唔得，唔成功啊。潘伟明咧系接住呢个波。咁啊，港队咧喺上半场打到而家为止咧，占尽优势噶啦，压倒性嘅优势添啊，仲系，但冇办法咧攞到入球啊，仲。好啦，咁啊，广东队嘅守门员咧，潘伟明咧禁区外咧主罚呢个罚球啊。睇下高波挂去中间嘅位置，第一个顶唔到，漏咗个禁区入边。咁啊，德普洛夫咧接住随手咧碌出嚟俾阿优仔，邱建威攞定个波，右边嘅绿冠帮冇错，即刻俾佢右边嘅绿冠帮。哎，又俾翻后边优仔，好。也得停咗咧，系将个波咧拐翻埋嚟中间，又绿冠帮啊？唔系，俾佢前面借嚟，卒之都督过嚟喺右边啊，又系绿冠帮啊？有冇越位咧？呢、這个波冇喎，阿拉乌苏咧追到喎，出啦！呢个波出，哎呀，一成日俾人闩到啊！哎呀，脚撞脚添啊！呢、這个波好危险啊！哎，仲有绿冠帮咧，再到喺右边咧，咬翻埋嚟中间，好嘢！潘伟明好嘢啊！咁啊！呢、這个守门员出嚟接嗰啲高空波咧，好准时间，出嘅时间又准。啊，睇睇慢镜啦，啊，出嘅时间好准，喺最高点咧系接咗个波嘅。好啦，今次球证咧吹罚卓卓喎。咁啊，吹罚卓卓之下咧就系广东队啱啱过前场嘅一个自由球。咁啊，睇边个咧就系、是、主踢啦，又系彭伟国啦。咁佢啲罚球嘅落点都好靓啊，佢唔丢喺前边。俾翻後邊先，慢慢嚟，唔好咁。李志海咧攞到，送過去左手邊。啊，俾咗咧李毅，啊，俾咗呢個係姚德彪啊。姚德彪再送過嚟左翼位嘅位置都追唔到啊！呢個波咧，黃志毅咧係追唔到啊，碌出界。38分鐘有多啦，上半場仲係0-0啊。好，優仔界外球咧抌翻入嚟，俾咗咧係德普洛夫，跟住俾迪恩。好松容带顺咗，再俾过嚟呢边嘅卓卓，卓卓又俾翻后，揾唔到空位嘅球员。好啦，而家俾过嚟呢边布列治，唔掂。好，啊，出翻嚟啦。咁啊，呢个咧系谭瑞婷，去啊，唉，一定要去啊。哇，拱人喎，吹罚啦。呢个李毅喺后边又掹又拱。拱跌咗咧，就係迪恩啊！球證咧係吹罰禁區入邊嘅一個罰球啊，冇事啦，11個打翻11個啦。啊，廣東隊嘅譚瑞婷咧係已經係出翻嚟啊！嗱，睇睇犯規嘅動作啦，第一下，哎，又叫又拱啊，隻右手啊，因此咧球證咧係吹罰嘅。好，麥基昂高波掛喺前邊，好啦，鬥攞位啦，布列治，哦，得贏咗，俾後搞掂嘅落地，哎呀，冇力啊，呢個波射得冇力啊！哎呀，布列治咧得對方嘅守衞得住咧，跟住咧後傳咧係俾啊呢個咧洛迪，咁啊洛迪咧似乎左腳好過右腳，右腳一射咧就撳死咗個波咧，冇力慢慢碌埋去。嗱，再睇睇慢鏡，布列治得位得好靚啊，橫傳過嚟呢邊俾佢，咁啊喺右腳射咧完全係冇力嘅。咁啊潘偉明咧撳到呢個波，譚瑞婷咧俾翻後先，咁啊跟住咧俾過嚟呢邊嘅彭靖。射中場冇錯啦，一個拉西啦，拉過嚟右手邊，哎呀，一攞追唔追翻，追唔翻啊！呢個波手攞得大力嗰頭啦，鄭國安啊，咁啊彭晴咧拉腳趾尾西拉過嚟咧，佢攞嘅時候食西啊！呢個波好，迪恩又攞到波，
阿拉烏蘇俾過嚟高尼路，右邊有優仔，唔好咗啦，肯定係咁俾噶啦。退啦，唔緊要啊，優仔可以推前啲都唔緊要噶。好，高波捽過嚟，謝利咧走去右邊揾食。咁對方一拍之下咧，拍出界噶，咁啊球證咧就係俾界外球啦。好，界外球咧就由謝利咧準備抌，今次係咪手榴彈戰術咧？哇，都褪到好後座跑喎，應該係抌遠啲可以啊。抌住去禁區，奧列治一批，哎呀，接到，哎，梗要擒啊，因為咧自己啊球員啊係頂到個波噶，所以焗擒啊，姚德彪咧頂到個波噶。好啦，潘偉明咧大腳開過嚟呢邊，啊，高尼魯一頭咧好嘢，作翻過嚟呢邊空曬位嘅優仔啊，而家優仔咧攞定個波先，俾陸冠邦。好啦，冇人啊，推啦，推埋佢身邊，啊，一路推，扣翻埋嚟。你左腳一射省到人喎，呢個波咁遠嘅路程咧，我睇成到，哎唔緊要，落翻嚟麥基昂腳啊，麥基昂咧右腳咧扣過嚟左手邊落地，心口一攞未出界啊，但係揦翻埋嚟嘅時候咧，自己起唔翻步啊，呢個波最後咧益曬咧呢個譚瑞平帶咗一程，多嗰頭啦，譚瑞平呢個波咁最後咧好彩咧係麥基昂咧係有啲犯規嘅動作，球證咧係吹罰嘅，42分鐘咁滯啦。仲是0-0啊！咁啊，上半場咧，仲有咧係3分鐘，喺演出比較理想同埋比較好，比對手比較好的情況之下咧，港聯咧暫時嚟講仍然都能夠啦，係攞到呢個甜頭嘅。好啦，俾迪恩咧鏟咗出界，咁啊，迪恩咧就已經係連續兩場咧擔任咧港聯嘅隊長啦。咁啊，隊長一職咧通常都係由咧係。防守球員或者中場嗰啲都係嘅球員咧擔任嘅，一般嘅習慣都係咁啊。奧列治頂唔到，咁啊後邊嘅咧呢個咧係李志海咧係讓留後，然後交俾嗰邊嘅黃志毅。彭晴，好啦，港聯搶翻啦，咁但係咧前面五個人得兩個咧港聯嘅球員，靚啊！呢個波冇越位，有冇速度？輸速度。哎呀，布列治輸曬速度啊！佢真係唔知道，原來後邊有個咧港聯球員包緊埋你啊！佢自己唔醒覺啊，醒覺唔到咧，黃志毅包咗入嚟啊！咁所以咧，佢個起動咧係慢啊！咁啊，今次咧高波斬翻埋點，頂翻出嚟。咁啊，姚德彪頂翻出嚟，再頂翻埋呢個波咧就係吹罰。彭偉國呢個位置嘅罰球邊個射咧？謝利啦，唔使講啦，斷估都應該係佢射啦。好有信心行埋去，麥基昂又埋去，咁照計嚟講咧，就應該係謝利射噶，因為謝利射發球咧，的確係亦都係唔錯嘅。好啦，人牆一定要夠10碼啦，嗰度邊有10碼啫？嗰度五步啫嘛，攔埋五步啫嘛，即係話要喺咧趙善全嗰個位置先捉係10碼。咁而家洛迪又埋去喎，咁啊究竟邊個射咧？反而咧謝利行開咗，咁啊應該有啲戰術睇嘅，大家留意睇下呢個罰球啦。是有 QK 啊，一下假嘅，斬去橫邊俾高尼路，咁啊但係問題我冇乜位出嘅咯，都斬到，俾咧係潘偉明啊接咗。咁或者咧係呢個波都唔係想斬落高尼路個腳嗰度嘅。麦基昂攞嚟脚，大家斗拍位之下咧，系李毅突然间咧系失晒个身位，邱健威咁，然之后再俾咧系麦基昂。咁啊，呢场赛事咧将会系保时嘅吓，咁啊见到咧，我哋约莫睇落喺下边咧系第三旁正，好似个牌咧已经系整咗咧保1分鐘啦。我谂翻都系嘅，冇乜受伤时间。哎，又用呢招阻人前进，俾唔俾牌？咁睇个情况唔会俾牌。左人前進啊！行程左人前進，呢一招落定，呢一招咧係推左走右咧，已經試過兩次，兩次都掂噶，贏曬你個轉身噶，兩次都掂噶。廣東啲球員嘅速度咁快，都係明知佢咁去都冇辦法。最後尾就用呢一招左人前進，係阻止落定嘅前進。咁啊，但係弊家伙啦，而家啲高波又嚟啦。咁啊，高尼路啊，你睇下啦，高尼路啊！布列治啊，仲有卓卓啦，哎靓，哎呀，俾球证阻一阻啊，俾球证阻一阻啊，呢、這个罚球靓，
哎呀，赵善全呢个波帮倒忙，呢个波咧，呢个波真系笑死。练嗰阵咧，练得好 fit 噶呢一招，一掷落去，但系练嗰阵冇球证喺度啊嘛。练嗰阵时冇球证啊嘛，嗱你睇下啦，赵善全左左落迪喎，哎呀呢、這个波真系惨啊真系。如果唔系呢个波力水啱晒嘅，啱啱好喺近底线个最深个位置咧斩到呢个波出嚟，最底个位置斩到个波出嚟，使唔使俾张黄牌赵善全啊？唉、哎，真系呢个罚球咧，组织咁靓都估唔到咧，俾球证咧就系咁样啦，系影一影佢啊！好啦，球证吹唔吹罚啦？吹罚啦！最后尾吹罚呢个啦，彭伟国啦。咁啊，保时都够啦，46分钟啊，够噶啦。上半场咧睇嚟会打和啦。咁啊，除非呢个攻势咧有收获。好，俾邱建威。哎呀，第一下唔出，第二下出。哎，仲有一个角球，唔紧要，仲有一个角球补翻数。咁啊，应该咧会完成埋呢一次嘅攻势啦。就是因為保時的時間夠了，我相信球證趙善全會讓這個波完成了，開出來完成這個攻勢就出現現場，上半場打和，或者是這個波攻入1-0，柳徐打出來，邱建威一個倒掛清了出來，好了，球證追雞結束，省港杯次回合香港主場的比賽。暫時來說大家都 是0-0打成平手，連第一回合計總比數仍然都是2-2。休息一陣先。